你好，我是 Mira。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，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意识的智慧讯息。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，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，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，重新调整能量。现在，想象你正光着脚走在这夜晚的海滩，听着海浪的声音，踏着脚底下的沙子，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。深呼吸，想象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，呼气的时候，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，让它随着微风飘散。你在微风中闻到了茉莉花的香味，好清新优雅，让你感觉好放松。你决定坐下来，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。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，就像钻石般镶嵌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，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。现在，你在星空之下接受祝福。内在王国来自天使传导者 Ann Elbers， 译者 Nick Chen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非常的爱你。你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，你们每个人管理着在你之内生活、呼吸、吃饭、消化、代谢、创造的五亿万亿计细胞的命运。花点时间看看你能否想象海量的微小存在组成了你的身体，想象它们共事，给彼此发信号，通过外膜吸收营养，排出废物。想象工人在血管中运输营养物质，想象信使在神经系统中运送指导给每个细胞，想象组成你心脏的细胞群在一起共事，想象你肺中的细胞王国。当你擦伤，第一回应者会立刻开始修补工作。当你踢到脚趾头，整个系统响起警报，控制血液流动，发出修复的信号。生活在这些微小生物的王国中，你、灵魂，伴随着你的能量场居住在每一个王国中，就像神居住在你之内。你，亲爱的，伴随着你的自由意志，就能决定这些王国是否会接收他们所需的爱、资源、能量。部分是你对食物的环境和选择，部分是你对接触物的选择，但很大一部分是你对振动的选择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平和、感恩、
有爱或满足，你是敞开的。你向流经你的神圣能量开启，它冲入你，进入你的每一个细胞。你的细胞总是向光敞开，渴望光，需要光才能按照它们被设计的那样运行。你通过让自己处于平和，让生命的每条河流涌入你的细胞来活跃它们，给予了自己一个精神免疫力，这会支援你的生物免疫力。当你通过恐惧、愤怒、嫉妒或其他较低的震动与源头断联，你就限制了创造每个细胞的营养的流动，你也肯定限制了创造你的光的流动。所以为了内在的王国，给予你地球生命的，善待自己，把自己当成一个仁慈的统治者。你的工作是让光进入，专注于最友善、最舒适的想法，在感觉起来有爱的方式中照顾好自己。在这些空间，你会让光的洪流冲洗你，在细胞王国中创造生命。你不需要害怕外在世界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只需向神圣的光之流动敞开，让爱使得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正确，微观以及宏观层面。每天花时间呼吸，专注于你爱的东西或人，让这个光冲洗你，然后看看你能否感到细胞对你的爱，感到他们的生命力，他们渴望健康和幸福，感到他们愿意不断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。你的细胞爱你，亲爱的，就像你爱神，因为你确实按照神的样子被创造。神身体中的灵魂，就像你的细胞组成了你的身体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非常的爱你。我是 Mira，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，绽放疗愈光彩。感恩奇迹终将到来，一起迈向新世界。